对爱情执着而又冲动的年轻人，往往强调对爱情的占有，却没有认识到自己在这场恋爱中需要承担什么，需要做什么。他们不知道感情与婚姻更重要的是需要两个人的经营与维护，却习惯于遇到了问题选择逃避，转而追求另外一段新的恋情。在他们心里，自己是那么的年轻，不加无限的未来，多谈几次恋爱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即使已经结婚了，还可以离婚，好聚好散。对感情的缺乏耐心，让离婚的情侣越来越多。相应的，很多男人还没经历过婚姻，就遇到了那个二婚的他。而二婚女人这五个特征，在未婚女人身上找不到。他们有着各自的不同点：一、爱情观不同。